大家好，我是丽雅。2023年国际羽联超级300瑞士赛进入四强争夺战，在率先结束的几场比赛中，国羽二胜一负，男双和混双进入四强，女双组合李怡静罗徐敏则惜败给了奥运冠军拉哈尤拉玛，单地无缘半决赛。李怡静罗徐敏是国羽本周期重点培养的一对组合，他们在前面的比赛中淘汰了李雯媚和刘璇璇晋级八强，此轮面对赛会二号种子东京奥运会冠军拉哈尤拉玛丹地，虽然两局都有领先优势，但在关键分的把握上还是展现出了稚嫩的一面。第一局李怡静罗徐敏一路领先，但在二十平后出现失误，被对手反超。第二局双拉组合越战越勇，李怡静罗徐敏则12比11后突然断线，被对手打出1比9的得分潮，最终以15比21输球。就比赛而言，李怡静罗徐敏这场球略显保守，没有上一场那么的敢打敢拼。此外，两人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没有进攻。虽说李怡静罗徐敏轮转跑位比较流畅，防守能力也够，但进攻不够凶悍，没有一板杀球很难战胜一流球员。拉哈尤拉玛丹地是世界前五的女双，输球不可怕，希望在后面的训练中两人能够加强进攻训练。这场球的发球失误也较多，希望两人能够改正。男双的任翔与谭强则是以21比10、21比18战胜了古贺辉斋藤太一。此役任翔与谭强配合默契，谭强后场进攻凶悍，任翔与前场封网积极，让日本组合无力招架。这也是任翔与谭强本赛季首次跻身国际赛四强，下一轮他们的对手是莱恩温迪，后者以2比1逆转远藤彩斗武井优太。混双的蒋振邦魏雅欣更是速胜绿川大辉斋藤下，第一局打出了21比9的尴尬比分，第二局间歇回来小于波折，但凭借着强大的实力拿下。蒋振邦魏雅欣配合默契，前锋后杀战术运用合理，他俩如果再继续进步的话，国羽混双将出现三对优秀球员，下一轮他们将对阵叶红卫李佳欣。其余结束的比赛中，男单李子嘉21比12、21比17战胜李佳豪，将和渡边航贵争夺决赛席位。福岛游记广田彩花21比12、21比8完胜比尔切史密斯，下轮对手是双拉组合，女单张蓓雯21比15、21比13战胜白玉珀晋级四强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